个还不错吃啊。你有吃的、哦？这种法兰饼吗？是不是法兰吃？有啊，这个还不错吃啊，但是很容易破掉啊。你就要找一个完整包装，这轻轻一碰就整个就碎掉了。那你有？你看像这样就碎掉了。你有吃哪一个口味了吗？不是、啊，我说这种形式的很好吃，就是薄薄的饼，然后很容易咬，不用小孩都三岁一岁小孩都可以吃的饼干，这种很好吃啊。你有买给他们吃吗？我没有吃啊。